那个二十几号？25吗？22号。哦，16号和22号。啊，一个女人味。对，精致感，你让我怎么推荐？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呗。对啊，你喜欢哪种感觉吧。那个12号有运费补贴，22号有那个运费险，你回去对比一下，你喜欢哪个就留哪个，剩下那个退回来，好不好？对啊，宝宝啊。我看一下，姐，高跟鞋光脚需要拍小姨码吗？不需要哎。对，我就是平时的码数，我平时就穿37，这个就37的。是的，这个鞋是比较秀气的，就是哪怕你是脚宽的，穿在上面都显得脚秀气，所以你就正码正拍啊。对，我身高158，体重80，是的，我穿的都是最小码。对，一般都是四通一达的快递啊，姐妹们啊。对，这套很快的，这套是线线，而且带运费险。对，你们点开，它上衣跟裤子都有20块的优惠券，这一套今天是省了40块钱的哈。是的哈，咱们3号链接的话，这个打底是需要5到7个太阳。来，这一套要不要？这套要的女生扣个一字给我。对，这套也是福利款哈，2位数，而且这套我的销量已经很高了，并且我这条裙子基本上2000加的销量，白白好评。一会儿你们自己可以点开链接看评价。是的。是粉丝说就是卖家秀跟买家秀一样的效果。对的对的。对，而且我上面给你们搭了一个这种针织，它其实搭衬衫也可以。对，衬衫也能搭。对，一会儿的话你们自己看吧，衬衫针织都能搭。对。搭这个针织毛衣也很好穿，它是那种。它上面做了镂空的一个设计，也不会热哈。对，主要是这个小毛织，它很软，它的面料很舒服。它贴身上不扎，然后又很软和，很舒服。而且你秋天你还可以把外面搭一些什么外套去穿都可以。对，身上这个衬衣一点不皱，姐妹。这个衬衫就是不皱的料子。对的。对，裙子热吗？这个薄的。薄的呢？这薄的料子，像个小空调而已。而且它这个料子跟大家说用的那种速干料，就运动型的速干料，就带点西装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你如果说弄湿了，不到2个小时就干了。对，里面穿的是3号。对的。对，4号跟13号，你帮我看一下。对，4号、13号。对，姐妹们，这个喜欢吗？喜欢扣一字给我。对的。对，多的话我先给你们穿。4号是我们那个鱼尾裙，然后13号是带皮带的褶皱裙。哎呀，天哪，两个都好看。两个都好看。推荐不了一点。这你要真正上，你两个都会要买的。对，那两个都是我的爆款。对，两个都是两个款都是各卖了1-2万件的，你说能不好看吗？是的，宝宝。说明你眼光真好。对，眼光。这个是黑色哈，黑色里面搭黑色的美背内衣就可以了。对的。对，如果说让我推荐身上这个，肯定是身上这个颜色更好看。嗯，然后。你们这个不抠一下吗？不喜欢这个你们不喜欢吗？这个上身效果很好的。是不喜欢吗，姐妹？对啊，而且又便宜又好看。对的。对，它是带那个假跨垫的，这是我真的买过很自然的一条带跨垫的短裤，能让你穿到上有型，而且不夸张。是的。对，就是我真的是一眼爱上的一条。因为瑶瑶本身她也是一个梨形身材的哈，但是她穿这个一点不夸张的，宝宝。我给你们穿这一套的话是福利款。好的。嗯，哇，谢谢我们的小野猪，我感激。爱心真爱粉，买15件了，帮我关注一下，宝宝你干啥呀？对，等我下播了那个一下哈，就你懂不？你能懂我意思不？他应该能懂，我看一下，给你安排一下。对，感谢姐妹的一个支持哈。对，但是理性消费，就如果说不合适的款，咱们可以退回来哈。我看一下，我先关注你好吗？对，等我一下，我现在给你们穿那个。就是这个款，你帮我把那个链接给我抬上来。好，真的，你们可以去看买家秀，没有差评。嗯，你日常也买了不少啊，来帮我的娜娜也关注一下。我这还没找到前面那一个呢，来再发个话。对，人家不是刚发了吗？是小野猪吗？对啊，人家不是刚发了吗？娜娜穿的小野猪吗？就是小野猪跟娜娜呀。哦，好的。等一下哈，我给你们再穿一下这个针织，等我那么一下下。来申请关注了啊，妹妹们，通过一下哈，全部都出来了。咱们小野猪还是私密的，还不让我们直接关注呢，还。好的，买了不少了，姐妹们进群了没有？我们粉丝群，就瑶瑶每个周末都会给大家来惊喜的。嗯。就是进群的都知道哈，所以说赶紧进群，姐妹们。等一下哈。咱这是你们还小夹儿给我一下，还在读书的认真上学啊，姐妹们。嗯，少买一点，少买那么多。你能穿的你就买啊，合适的你就买，不要一时冲动的哈。嗯，对，谢谢我们的留不住的美食。是的，谢谢宝宝们的支持。嗯、来，帮我把这几个关注一下。哦，对，哪几个，我看看啊。姐姐一点都不会来事儿。我等等，我卡住了。这
这个喜欢吗，姐妹们？喜欢的话，你们喜欢这个针织还是喜欢这个裙子？喜欢上衣还是喜欢裙子？先说一下，上衣就扣个一，裙子扣个二。给你们看它的效果哈。就这个裙子呢，你买回去搭衬衫也可以，然后呢搭毛织针织也可以，搭 T 恤也没问题，或者家里那种紧身的宽松的都行，抹胸也行，这个裙它也很百搭，都喜欢的，反正都是福利款。把我的链接先给我抬上来。好嘞。刚刚的衬衫对搭的是肤色的背心，在三号。是的哈。有没有不开叉的裙子，姐妹们？只要是长裙，要么就前面，要么就侧边，要么就背后，它一定要开叉的。它不带开叉，它就走不了路了哈，姐妹们。要不然就是那种大 A 摆，大 A 摆，它穿上去没有这种女人味的感觉的。给你们看一下，不开叉走路会摔倒宝宝。是的。对，一定是有开叉才行。不开叉走路就变成那种踮着脚尖一点一点往前挪了。对，我的那个香奶奶呢？香奶奶在下边吧，在磨足，遮住了。哎呀，这个。我先讲一下哈，这个上衣你们可以点开链接去看一下那个买家秀，就是人家说好看已经说腻了，就是上身效果真的很舒服，因为这个我们直播间基本上走的是通勤风，很少会卖一些偏休闲的款式，但是这件毛织我很喜欢，因为首先它做的是半高领，这种半高领的话会让你穿到上比较有气质，而且其次它的面料太舒服了，它是那种软软弹弹的料子，而且其实很透气哈，并且你现在穿完之后秋天你去搭一些那种什么外套，它穿在里面可以做一个打底衫，实用性很高。对的，主要是它很便宜哈。来，今天直播间到手价格两位数给大家开。对的，两位数。尺码表有吗？哎，我等等一号链接，而且是带好运费险，并且是现线哈，发货比较快。是的。这个那这样子我把裙子顺便也介绍一下。对，姐姐帮你们找尺码表，一会儿找到尺码表给你们就一起上，行不行？这个裙子我们之前卖了3万多件的销量，而且你们现在点开二号链接去看一下这条裙子，这个链接我们也大概是卖了，因为这个链接我又给你们调了一次价格，所以新做了一个链接哈，这个会比我们之前的价格会便宜个再便宜个几块钱，因为我们本身价格开的比较低，就是便宜5块钱也是钱也便宜了很多了哈，也是爱，因为薄利多销，我们已经就是让利让了很多了。对的，这个裙子小两位数的价格，但是你们看它整体的裙型，第一个它是做长裙哈，这个是90几到100的长度是吗？94到100的长度，它比较长。对，如果说你小个子，咱们得裁边，如果说158以上穿到178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很长，而且腰线做的比较高，所以会显得大家整体的比例会好，并且这条裙子它是能让你把女人味跟休闲风都结合的非常好的一条裙子。是的，宝宝。对，我给你们看一下，你可以搭小白鞋，也可以搭高跟鞋。就它可以穿得很有女人味，它也可以穿得很休闲，上面搭 T 都会很好看。是的，而且这个裙子的面料它用的是比较偏工装风的料子，就它是那种速干轻薄的料子，上身贴肤它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这个就是你30度40度它也热不到哪里去哈。而且这条裙子我们把码数做到了4+，200斤可以穿。就你是骨架大的，肚子有肉的，梨形身材，大梨形身材，不显瘦直接退。你想一下，如果它不显瘦，我们不会把尺码做到200斤。是的，宝宝。所以有肉的女生，咱们闭眼冲哈。对的，一号链接哈。对，很好看。来，你看看我给你们的价格好不好？上衣，来尺码给我拿过来。好嘞。一号链接跟二号链接是这一套，你可以只买上衣，可以只买裙子，按需求下单就可以了。然后都是现线带运费险，上衣我们今天到手是59块，59的价格。真的非常舒服，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粉丝都说好看的词我已经说腻了。是的，真的好看。裙子在二号链接，本来我们之前卖了3万件都是69，今天64到手，也是有运费险的哈。对的，宝宝，来，尺码一起报。主播头发是真的，姐妹，真的，她自己卷的哈，就每天早上要花个半小时来卷这个头发呢。还来看一下毛织哈 ，S 码可以穿到99斤 ，M 穿到119 ，L 可以穿到136，按照这个尺码啊，就正码正拍就行了哈，宝宝。除非你是就是胸部比较大，我看。卡码的时候胸部比较大，肩膀比较宽，那你卡码再往大啊，宝宝。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裙子真的，你看一下，我们能够穿到200斤，200斤什么概念？所以你放心去拍，巨显瘦啊。S 码呢，身高1.58米以内啊，不对，是1.58米吗？
158穿到178嘛，哦，但是158以下的小个子需要踩点边。对，然后85斤以下不要拍啊宝宝，因为它这个码是欧码的，是偏大的。 S 码的话穿到95斤， M 穿到105，整整能够穿到200斤。按照这个尺码，如果卡码都往小拍，因为它这个码是比较大的啊。杏色吗？裙子有三个颜色，你们要看颜色，你们可以把颜色扣给我。是的宝宝，对，你们可以先去点开这两个链接看一下买家秀跟评价。对的，我没有差评的，人家差评都是评论错了，给了我一个差评，然后上面写的都是好评。我姐妹们，你们评价的时候认真一点哈，不要走神。这样子你们是的，你们明明写的好评。他说他这个衣服好舒服，好好哦，完了给一个差评。所以评价的时候不要走神哈。是的。对，有运费险和7天物流，面料本身没有弹力性，但是你看。九座没问题，开车什么也好，不影响，很舒服。是的。要看什么颜色，灰色扣灰，卡其色扣卡其。是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上穿的是黑色，黑色比较经典显瘦哈。是的。嗯，有运费险，而且是现件，发货很快哈，今天明天就给你们发出去了。对，还有两个颜色，姐妹，你们看想看哪个颜色？我看一下，卡其色是吗？好嘞。卡其啊，卡其哈。我给你们穿一下卡其色，其实搭它的黑色可能效果会更好，或者你家里有那种白 T 搭卡其也很好看。是的哈，就是卡其色比较适合浅色系，就你搭浅色系或者直接搭黑色效果会比较好。嗯，灰色搭灰色比较高级哈。对的哦。裙子搭白衬衫，白衬衫肯定可以搭呀，我们之前卖那个30000件的那个销量就是搭了那个哦，对，就这个、那个白衬衫，给你看一下呗，姐妹。啊，不又要又要一会儿又要我们上身了吧？姐妹来，就这一件。对，我们之前是搭的这个。对，你就用这个，你搭的这个贼好看，巨好看。对，很好看的。很好看。对，我们之前是这个白衬衫搭这个裙子卖了30000多件。对，但这个衣服现在卖不了，因为你买它的话要10个太阳。对，因为它做工好难，很久，对，它很难做。现在我最近我都不敢上它，就是因为它太难做了。因为我们前面还欠了6000件。没有6000件了，发了一部分了呀。5000吧，还有5000吧。对，你看就很好看，对不对？是的。嗯。其他可以搭白衬衫，这个衣服想要，你说哪个衣服啊？哪个衣服啊？这个衣服都是。我那个白衬衫，我一上，你们说喜欢，但是呢，你们觉得太久了，10天哦，你愿意等吗？对。你愿意等吗？这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搭亮色特别好看。是。我再拿个白衬衫给你们搭一下。好看的。或者搭个 T 来，搭个 T 恤。对 T 恤给我一下。对，拿一下。就你搭个 T， 它都很好看。是的。这条裙子就是。它能让你穿得很有气质，而且很显瘦，而且它是那种可休闲、可精致的感觉。你搭小白鞋、高跟鞋都没问题。嗯，他说可以等，可以等10天哦。我跟你讲，如果说等一下，我跟你讲，我上了之后，你们要是说我啊发货那么久，我真的我会谢。对，上那个衬衫它都可以等吗？那真的都可以等吗？这个白衬衫10天哇，姐妹们，你们确定吗？我们厂家都让我们先别卖，他说真的太难做了。来这样子，姐妹们，主页第三个视频就是这一个衬衣，瑶瑶给你们做了10种搭配，你们先去主页第三个视频先看一下。时间不算啥，可以等你扣个一字，我看一下行不行，我给你们穿一下。因为它真的很难做，姐妹们，它的面料很滑，而且它在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捏褶，做捏褶就是让你从侧面看显得更薄更瘦。对，它这个捏褶是要靠手工做的，做得好吧就还行，做不好就废了，而且人家是靠昨天收到了，很好，对不对，姐妹们？所以你们真的不要吹我们，我们家衣服真的主要是面料做工都摆在那个地方，而且你想我们才卖几十块钱。是的，所以说你们等一等哈。对，幸运女神给它置顶一下，就是好，真的是好的，姐妹们。灰色好看，卡其色好看。来吧，裙子那个可不可以等？可以等，扣一，我看多不多，多的话给你们穿，不多的话我们就不穿了。对，你要穿了，一会儿你们都要，又有。嗯，背后给你们看一眼。这是卡其色，姐妹，很高级的这个颜色。嗯，然后灰色给你们穿一下，行不行？可以啊。对，灰色给你们穿一下。对，没事，慢慢等。看吧，看吧，我就知道这个衣服不能出现，这一出现就不得了了。我也是昨天收到，确实很好，对不对？所以说那个衬衫真的就是几十块钱的价位来说，它的质量已经很好了。嗯。咱们你想想，他们说可以等。那等我把这个线卖一下行不行？卖一下我给你们上那个衬衫。哪有小野猪说可以等，然后我之前买了，我的订单在前面。对，那个衬衫真的可以等哈，姐妹们，入股不亏。妹妹你有点太嘚瑟了哈。你看一下，这个是搭灰色，是的，灰色搭灰色一整套的感觉它就很高级。对，这好看
的，真的，这个巨蟹兽我们做到200斤都能穿，你想想，这个裙子在二号链接卡码一定要往小拍啊，就是姐妹们，你们直接点开这一套的链接，你去看，没有差评。对，上衣跟裙子，我跟大家讲，我真的就是价格给的很低，而且我们家质量真的是好的。这个毛衣有没有粉丝收到的？是不是我说了它真的很舒服？因为我直播间我们一般都是卖衬衫为主，对的哈，我基本上是没有给你们卖过这种小毛衣的。是的，实在是我收到它上身效果版型也好，面料真的太舒服了，它是那种很软很弹的料子，所以你们上身它很亲肤，完全不扎哈。对的，而且柔软型的料子穿到身上，对的，它更加的舒服。是的，并且我比较喜欢它这种半高领，因为这种衣服做个圆领什么V领我觉得都就 low 了，就是不高级，你知道吗？它这种半高领它会显得你整个人很有气质，而且很像那种画报女郎，我跟你说，对，加上那种倒三角的肩型，就是你的肩型它都是那种一字肩的感觉。是的，就好看的，姐妹啊，很有气质啊。165 120斤穿一个 L 吧，宝宝穿 L 的。哦，我的裤腰多大？我穿25。对，你一套都穿 L， 120斤啊，宝宝。对，然后我看一下，我穿25。哦，吴小姐想要，那你应该跟我差不多，你应该跟我差不多。吴小姐在穿西装裤的、然后你说的是上衣吗？上衣推荐哪个颜色？灰色。灰色，灰色好看，这个很高级。这个、对，灰色，灰色特别好看。我跟你们说，今年就是爱马仕的那个大象灰，就是这种色调。对，巨好看，巨高级。然后我看一下，上衣推荐灰色，然后裙子的话，你看你喜欢吧。对，三个颜色，三个颜色。是的。灰色搭灰色，它会整体的感觉会比较有那种色系统一的感觉，比较有气质。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这个颜色的话它是偏灰调的，这个就是那种大象灰的色调哈。然后还有一个黑色，黑色比较经典，百搭显瘦。上衣93斤的话，我们穿一个 S， 这一套是线线带运费险，上衣才给你们开59块钱，姐妹们真的不眼冲，而且你到时候秋天拿去当那个内搭，搭什么西装外套、小香风都很好看，因为半高领它就是很好看的。裙子显肚子吗？显瘦。对，显瘦的，姐妹们。这个裙子巨显瘦。姐妹，这个裙子再给你们看一眼。姐妹们，这个裙子我们做到200斤可以穿。来，你们看一下这个尺码，来，我把瑶瑶的脸先挡住了，姐妹，看到没有？200斤都能穿，是这样的一个条件。85斤以内我们还不推荐，姐妹哈，因为85斤它是欧码的，它是偏大的码数，所以如果你的体重不到的话，你还撑不起来。你们看这个裙子，昨天有个姐妹给我晒了个买家秀，好好看。是的不？你看到没有？你把它打开，有个买家秀。买家秀。就是那个这个裙子有一个第一个评价。我你不要说。腰围没有弹力，但它有余量的。呢？哦，对，一天前。反正好看就是了，我身高1米6，体重。我给你们看一下，不是这个，看这个，姐妹们，它是125斤以内买的 L 码，姐妹们，这穿上就像 L 码的人吗？你看这瘦的，就是他是买了我们那件收腰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裙子，巨好看。上面说的什么？真的巨好看，很有御姐范儿。然后呢，霸道总裁的小娇妻还特别的显瘦，冲冲冲！所以记得给我用心的写一下评价哈。对，我看一下，把尺码表拿过来。好嘞。这个裙子非常的显瘦，哪怕你是因为我们把尺码都是直接做到200斤可以穿，如果不是因为它显瘦，我们不可能把码数做到这么大，骨架大，梨形身材，肚子有肉，胯宽，全部都能穿。对的，因为我们从肚子到大腿做了4道的手工捏褶，对，它这个地方是有捏褶的，余量很大，有肚子有梨形身材它都能遮。是的，咱们一号链接、二号链接裙子在二号啊，他们都是有运费险的。一号、二号都是现货带运费险。是的，所以放心试穿啊。来，我们把尺码报一下。好的， S， 上衣的 S 码穿到。可以看一下啊，穿到99斤哈。M 的话穿到119 ，L 可以穿到136。衣服的话还好，就基本上不挑身形，不挑你的一个身高体重都可以穿。但裙子，咱们1米58以下的可能要裁个边儿，然后85斤以内的咱们也不推荐啊，因为它的这裙是比较偏大的码数。S 码可以穿到95斤，一共能够穿到200斤。所以你按照这个尺码，姐妹点开页面链接，精准的推荐哈，卡码一律都要往小拍啊，这个。裙子哈，然后衣服的话，你如果说卡码了，你的胸围大或者说肩膀宽的，那你再卡码往大拍就可以了，宝宝啊。衣服、裙子点开都有这个精准尺码推荐的。对，我穿的是 XS。对。但是这个款我们现在目前 XS 木有了，所以说姐妹们，你们就 S 码以上85斤以上再去拍，85斤以下咱们就不推荐，因为我是80斤穿的 XS。是的，宝宝。对，85斤的话，我们穿一个 S 码。1米5啊，梦梦，这个裙子你得裁边哦，你要是不裁边咱们就不推荐。126斤我们穿个 XL 就可以了。然后姐妹们，就是这个裙它很长的，它是94到100的长度。对的哈，它比较长哈，因为裙长长它就会显腿长，大腿粗小腿粗腿型不直它全部都能遮，而且是侧边做开叉，就它能让你整个裙子穿得上有点女人味，而且它的风格做的是那种
速干的那种工装风的面料，所以你搭小白鞋它都很好看。这个裙子它是能让你穿在身上可休闲可气质的一个感觉。对的哈，110斤的话我们买一个 L 码就行。对，好，对，小乖乖买 L， 120斤也买 L， 一套 L。 嗯，对，点开链接会有精准的一个尺码推荐。是的，来吧，裙子你们要看什么颜色？要看什么颜色？配颜色，姐妹啊。对，我给你们换一下颜色吧。卡其色的裙子，卡其色扣卡其，就配这个灰色就好看。灰色扣灰色。对的，灰色的话，你配灰色配这个灰色很好看啊。对，好看的。哪个颜色？上衣在一号链接。哪个颜色都好看。这个小姐姐有肌肉的，因为我的手臂不是很好看。她太瘦了，她太瘦了。不，我是真的是肌肉型的。你还肌肉？行。你有肌肉，就是我现在长指甲我捏不下来，不然我真的是有肌肉的好吗？捏，嗯，你肌肉肌肉，95斤的话，裙子买一个，S， 你多高呀 ？S 多高？宝宝身高体重一起票给你们推荐哈。来我毛衣不会透，它毛衣超软。对，就是我们毛衣，你去看一下评价，我们的粉丝说什么？他说这个好看，这个话我已经不想再说了，就这个裙子巨好看啊，不，这个毛衣它巨好看。是的，它很有气质哈。对，咱们这个衣服再看一下尺码哈，就是 S 码穿到99斤 ，M 穿到119 ，L 穿到136，所有卡码的姐妹正码站牌就行了，除非说你的那个胸围比较丰满，或者说是上围就是肩膀比较宽，卡码再往大啊。它的镂空在这儿，看到没有？对的，这儿加这儿，它做镂空不是为了让你透，它做镂空是为了让你透气，啊，但是不透你的肤，是的，就是不透肉，是的，宝宝。因为你想要是你如果做两个镂空，你不觉得很尴尬吗？尴尬的，宝宝。对，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看，上身你们就知道了，颜色又那么的高级啊。买灰色的上衣灰色高级哈。对的，高级高级，姐妹。就灰色基本上搭灰色呀，搭卡其呀，搭黑色。上衣95斤买 S， 是的。然后呢，裙子也买 S， 一套买 S 嘛。126斤的话呢，你买一个 L 的裙子都够了吧啊。然后100斤的话呢，就买 M 的衣服和那个 M 的裙子一套。它真的很好看，姐妹们。是的。就是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为什么非常非常喜欢这件毛衣啊？因为我直播间其实大家老粉都知道，我是基本上没有卖过这种什么比较休闲的风格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卖衬衫比较多，但是这一件是我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姐姐讲，我说天哪，59块钱能买到这样的质量，就是我可以让我的粉丝闭眼冲。对，因为你可以看一下，真的我们销量很高，但是我们没有差评，你就知道它质量真的很好。面料是那种软软弹弹的，整个舒适感非常强，而且你现在穿完，你到了秋天我们当内搭穿也可以，而且它不是那种什么微领、圆领、方领，我觉得这种领子会不高级哈。它这种是半高领，脖子短的也能穿，而且加上它的这种小坎袖，它就会有那种倒三角的感觉，就显得你的肩膀更直更挺，对吧？就会显得有那种一字肩的感觉，所以上身效果就很好。嗯，裙子推荐黑色还是灰色？如果说你要觉得百搭的话，那肯定是黑色百搭，显瘦肯定是黑色。但如果说你就是搭这一套灰色一套搭更高级，嗯。这个是灰色哈，宝宝。是灰色，宝宝。嗯，要看卡其色是不是好嘞？是的，可以啊。来把尺码给我一下。好的。这个面料真的就是那种巨软巨弹，高质高密，有回弹力的。是的。嗯，咱们这个衣服啊，宝宝来看一下。他说要近看一下面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舒服。对，很舒服，很好的。看到没有，它也不会变形。就这个面料真的很好穿啊、哦！咱们穿的是大货呢，姐妹，现货带运费险。是的，而且上衣59，裙子才，本来我裙子之前3万多条的销量，我卖69，今天我又给你们降价了，64，又降了5块，5块也是爱啊，不会透内衣、啊，对，不透的，姐妹，一号链接就是这个毛织的话，你放心穿，不会透也不会漏啊，姐妹，没问题的。然后 S 码穿到99斤 ，M 穿到119 ，L 可以穿到139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如果说你们卡码怎么办呢？正码正拍就行了。如果说你胸围比较丰满，肩膀比较宽的卡码，咱们再往大拍啊，这是毛织啊。然后裙子在二号链接，能够穿到200斤，姐妹都跟大家说了，你放心穿。裙子等一下，我把颜色过完之后再给他们报。好的。好的。点开链接，其实有精准的尺码推荐。你看这个灰色，你们前两天买了，我这个腰带可以搭。对的。黑的，就是你不管搭什么颜色鞋都没问题。是的，搭牛仔裤也行，啊，西装裤或者短裤都行，就这个毛衣随便搭的，就你不一定非要搭这一件，你就是随便怎么搭它，它就是那种很气质的一个小毛衣。嗯，然后裙子颜色给你们过一下，它一共有3个颜色，宝贝们。对，我把颜色先给你们过一遍。是的，你们选择一下你喜欢的颜色。对，嘎嘎百搭。对，而且主要是我喜欢这个毛织的，就是性价比高，质量很舒服。重点是姐妹们，就是它会显得很精致，有一些毛衣你穿的不好，它就会显得廉价哈。对，是的。这个毛衣一看就像那种什么品牌店买的似的。嗯，是现线带运费险。对，现带运费险啊，二号链接。我先把那个卡其色给你们穿一下。是的。嗯，会热吗？
不会热，不会热的，宝宝。对，我们有粉丝反馈，他说他32度也不会热，巨透气，宝宝。因为它是那种弹的透气的料子。15号是配腰带哈，宝宝。对的，主播健身高158，体重80啊，他穿的都是最小码的啦。嗯。100斤的上衣买个 M 码，对，卡码往大拍哈。是的，但摇上这一套的话，你们1.5米穿到1.75米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搭卡其色的裙子，卡其色它是有点偏灰调的，其实它比较有点那种爱马仕的大象灰的颜色，就很高级。是的，如果你要买卡其色，建议搭什么？搭浅色更好看。就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白 T， 或者说来你们买了我这个衬衫的。搭这个卡其色巨好看，对，都可以搭，宝宝。就这个衬衫，我们当时就这一套卖了30000件，姐妹们，就这一套，就是那种又就你上班东西又有点小气质，然后搭这个卡其色它又温柔，你不管说你穿小白鞋也可以，你穿高跟鞋有女人味也没问题。是的，宝宝。嗯，我看一下11号链接，点开11号链接，宝宝，你去看一下上，看一下那个。就是精准的尺码推荐，是的，因为我们每一个链接的尺码都不太一样哈。嗯，上衣100斤穿 M， 125斤上衣穿 L， 裙子的话也穿 L 吧？不，裙子它得穿一个 XL， 因为它个子很高，它1.8米。哦哦，那算 XL。对，然后还有我的黑色给我一下。黑色，对。嗯。我看一下哈，可以看看黑色的上衣吗？一会儿给你看一下。一会儿，宝宝，一会儿。嗯，有没有运费险？有呀，1号链接、2号链接都有、运费险7天无留都有，对啊，而且是限限，对的，所以你们收到后可以去试一下，满意你再留，你不满意你退回来。真的要试穿一下，姐妹，这个巨显瘦。等一下哈，夏天穿都是可以穿的，宝宝。裙子100斤的话，我们穿一个 M 码就行了。对的，嗯。等到了是不是？谢谢，辛苦我的宝贝久等了哈。辛苦宝贝久等了、真的。来，有没有新朋友刚进来的，第一次来的？你们扣个意思，这个裙子就是一定要推荐给你，它不仅仅是价格便宜啊，它的上身效果真的绝了。就你们可以看它整体的版型，它的长度会比较长，这个长度是94到100的长度。如果是158以下的女生，咱们需要去裁边，158以上穿到1.8米没问题的，因为它很长。对，裙长长干嘛？显腿长，你大腿粗、小腿粗、腿型不好看，它全部都能遮。而且这个裙它是可以休闲，也可以精致的一条裙子。它整个裙型做的比较偏什么？女人味。所以你看高腰加上鞋材，就会显得你整个人腿型很修长，比较显得秀气哈。然后你搭高跟鞋，它就会很有女人味。但如果说你想要穿的松弛一点，不管说你搭些什么衬衫也好，毛织针织也好，你搭个小白鞋它都会很好看。是的，因为它的面料用的是比较休闲风的这种工装服的面料，所以上身的话整个会带一点松弛感，而且它的面料很薄哈，30度的高温，就是怎么说呢，你穿到身上凉凉的，自带凉感，很舒服，一点都不带热。对的啊，而且这个面料就是那种很轻薄很透气的料子，就是你们会问我有没有弹性，但你看一下这个，就你开色也好，久蹲久坐，它完全没有那种束缚感。是的，主要是这个裙子很显瘦，料子贼好啊，姐妹。姐妹们，这个裙子我就先讲一句哈，是的，200斤可以穿，就你130、140、160，你随便穿它，它不显瘦，你给我退回来就行了。因为你看，第一个腰线高，它会显得比例好，而且我们从肚子到大腿4道的褶量，这个褶量就是把你这一块的量给你放出去，有肚子有块大腿粗，它全部都能遮。就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那个粉丝125斤的上身效果跟90斤一样，就你把那个买家秀给我一下。哎，好嘞。就昨天我看了一个漂亮姐姐给我晒了一个买家秀，好好看。对，等我一下哈。就是我发现他们不管多高多重，上身的买家秀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是的，你看这个125斤穿的 L 码，你看它像 L 码吗？一点都不像吧。对，姐妹们，真的一点都不像 L 码。是的，这个裙子是94公分到100公分的长度哈，咱们158以上的穿啊，宝宝。对，你说裙子嘛，裙子我现在穿的是黑色，你说上衣，上衣等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把裙子给你们上一波。这个裙子听好了哈，你在外面那种什么买手店。呸，我不能说，反正你就知道，你可以货比三家，行不行？对。然后今天我们多少钱？我们不是给你开什么99、89，是的，今天69都不开。对的，好吧。64给你们破价，带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现货给你们飞哈。是的，宝宝。1.72米没问题，穿到1.8米都行哈。穿到1.8米没问题，它这个裙长最长能够到那个100公分嘛，姐妹。然后85斤以内咱不推荐哈，1.58米以下的宝宝如果要穿，下边要裁掉一点边才可以啊。S 码是可以穿到95斤 ，M 穿到105 ，L 穿到125，整整能够穿到200斤。如果卡码怎么办？卡码你就
往小拍，因为它这个码真的是偏大的，宝宝。这个 S 码我先跟大家说，它裙长是95-94公分，往下每加一个码加一公分的长度，所以能够有100公分的长度啊，宝宝。对，我的净身高158，体重80，我穿的是最小码，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对，我的裙子是 XS 啊，但是我们现在 XS 没货，85斤以内的宝宝不要拍，因为 S 码你穿会大。嗯，都已经开价了，小黄车姐妹。对，姐妹们，它就是工装风的面料，你们可以点开链接看买家秀就可以了，看评价就行了。对呀、啊，宝宝。嗯，然后怎么会有黑粉？姐妹不是对，有黑粉不是很正常吗？有运费险啥的，如果实在不喜欢可以退啊，宝宝。105斤买 M 码就行了。对，买个 M 码。我每次卖任何一个款，我都会给你们提前讲清楚，这个面料不是西装面料。就你得接受它的风格，你再去买它。是的，这个裙子为什么它可以搭小白鞋也很好看？因为它用的不是西装面料，不是那种普通的针织料，它用的是工装风的面料。有些人他是接受不了这种料子的，工装风的面料，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差的那种哈。哎，我们之前有一个那种。那个差的被我拿走了。你帮我拿过来，我给你们对比一下。对，因为有一些工装风的面料，它是那种沙沙的。会很硬，而且会皱，对不对？这种它是偏薄的、速干的、偏软的工装风的面料，它会让你穿在上有那种休闲感，会有那种松弛感。你搭个小白鞋这些都没问题。对，它不是这种，你看它不是这种料子，它是这样的工装休闲风的料子，所以你搭小白鞋它都会很好看。嗯，105斤的话，裙子我们买个 M 号就行。是的吧？对，我们的小爱心买个 M 号就行，贝塔也买个 M， 有弹力吗？没有弹力。没弹力。对，但是你看，你久蹲、久坐、走路也好，它完全没有那种束缚感。是的，因为它做的是一个侧边的高开叉。你就看我的这个裙子的销量，接近2000架的销量，零差评。你们可以去认真刷一下我的买家秀跟反馈就行了。东西好不好？眼见为实，有运费险，而且是现现，不会让你等久，收到后你自己觉得好才是好的哈。嗯，然后124斤我们穿个 L 号就行。啊，98斤我们穿一个 M 号，对，105斤的上衣我们穿个 M， 124斤的裙子买个 L， 116斤的裙子我们买个 L， 然后88斤穿 S 就行，穿 S 就好了啊。裙子还有颜色想看吗？有3个颜色的，姐妹。这个是黑色哈，对，这个是黑色的上衣。说实话，没有这个灰色高级，你们看实物。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要买这个颜色，搭黑色，哎，我觉得搭黑色很好看，对的，就它会有层次感。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你搭亮色它会更好看。是的啊，因为卡其色它搭浅色衣服会就是那种整个人很干净，对哈，又带点温柔的感觉哈，是的是的，有点小气质。然后如果是灰色搭黑跟黑跟灰都很好看。嗯，102斤的裙子买 M 号，对，这个裙子好像比我昨天比我今天到的更好看啊，都好看哈，没有一条没有一条不好看哈，姐妹们。是的。对，98斤我们穿一个 M 号就行。对，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长度也不一样。110斤我们穿一个 L 号就行。L 对的。来吧，我把那个灰色再给你们穿一下。好的。120斤能穿吗，姐妹？这个裙子200斤可以穿。200斤都能穿。梨形身材，有肚子有胯，你别看我瘦，这个裙子真的就是你120斤跟你100斤的上身效果是一个样子。是的，宝贝。它就是因为显瘦，姐妹们，它才会做到200斤的尺码。如果不显瘦，我做那么大码的。做那么大码放在那里压仓库吗？对不对？是的，不行的。一定是你收到货，它的上身效果是显瘦的。对，绝绝子啊，姐妹！对，我给你们再穿一下灰色。是的，灰色高级哈。好看，好看。奶茶色上衣搭哪个颜色？搭黑色会比灰色好看一点。对，奶茶色，要不就你家里有别的那种什么浅色的上衣都可以搭。是的。因为奶茶就那个卡其灰搭浅色更好看。嗯，你们看一下，这个是灰色搭灰。多美啊，黑色记着版型很好，你买过是不是？这个版型真的很好的，姐妹们，它这个版型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夏天过去了一半了，你还没有买到一条又凉快又显瘦又百搭又经典而且性价比高的便充，你也不看它今天多少钱，它才64。是的，我还给你们破价了哈，64袋现货带运费险。是的，而且它是那种裙子的长度比较长，94到100的长度，1.58米穿到1.8米都没问题，158以下咱们需要裁边哈。对，如果说小个子咱们得去剪点边才行，不然它会很长。对、啊、而且因为它是做高腰线的，不会压个子，肚子到大腿4道的褶量，有肚子大的、假胯宽的、大腿粗的、妈妈臀的全部都能遮，因为它连在背后的位置，你看它都做了这样子一点点的打褶，所以你屁股凹陷的、屁股塌的女生没有臀型的，它都会显得你的臀线都很好看。
所以他，你别看他好像很简单，但他在很多细节上面做了一些裁剪哈。是的，怎么？咖色的短裤我穿的是 XS， 黑色和灰色推荐哪一个？百搭买黑色。对，百搭买黑色。经典就买黑色。如果说你喜欢气质风，你喜欢搭这一套的效果，咱们其实灰色一套搭上去比较有气质哈。也可以的，对，也可以的。嗯，什么颜色卖的多？我们其实是黑色跟卡其色卖的多。四 D。对，我们的就是销量就是按排行的话，就是我们的黑 色，然后就是卡其 色，然后就灰色，三个颜色其实都卖得很好。是的，就是我们很多粉丝是买完一个颜色会来买第二个颜色的款。对，1.68×102穿 M 就好了哈。这个是我们的灰色哈。是的。我再给你们穿一下卡其色。可以哦。来吧，卡其色给我。好的。黑色也要看一下是吧？好嘞，我现在穿的是灰。对，上衣你们直接闭眼冲哈，上衣给它加一点点。哦，好嘞。这个上衣我跟大家讲质量非常好，你如果说是我的老粉，这个上衣你真的是闭眼冲，真的很软很软，而且不会变形，做高支高密的。这个料子收到货真的值个百来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才开多少钱？59。这个灰色的毛衣你去看一下评价没有差评，来直接给它加一点点。宝宝，一号链接哈，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尺码哈。毛织 T 恤，宝贝，上衣不会热，它这个地方给你们看一下，对，它做了镂空，它是透气的，但它面料真的很软很弹，很舒服了，姐妹们，真的好舒服，摸上去的好舒服，不会扎啊，不会扎。S 码穿的99 ，M 穿的119 ，L 穿的136，卡码的姐妹正码正拍就行了哈，除非说你胸围比较丰满或者肩膀宽的姐妹，卡码你再往大拍哈。去看它的价格，59带运费险，现货给你们飞。对，宝贝。对，不会透的，嗯。西装的连衣裙还有吗？是说哪个？是玫瑰同款吗？还是啥呀？嗯，这个我跟你讲哈，如果说你们要买这个卡其色，如果你们家里的浅色衣服真的特别多，买卡其色，整套你不管说搭衬衫也好，搭 T 恤也好，搭毛织的浅色都会非常好看，它会显得你整个人特别的温柔。而且我们这个卡其色它是带一点灰调的，就是那种爱马仕大象灰的配色，它就会比较显得气质高级一点。对，你看一下，真的很好看。我给你们搭一下这个 T， 它就搭个 T 都很好看哈，然后或者搭那种黑色，给你们搭一下。如果说你要买我这个毛衣去搭的话，卡其色买黑色去搭，嗯。对，这个衬衫快上啊，我不敢上，那个衬衫我不敢上，10天，你们真的会觉得太久了。对的，宝宝。嗯。对哦，那个零零那个带项圈的那个款真的是没货了，下架了，就是现在补不了货哈。那个没有咯，就卖完了。嗯，然后我给你们看它整体的效果，就是正面、侧面跟后背的一个效果。它是高腰的，而且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打褶，就你屁股它两侧凹陷的女生，它会让你这个地方更饱满，所以整个臀线会更好看。好看，真的好看，宝宝，显瘦又。对，那个款真的是没货了，我们昨天看过了。对的。对，就是后面都加不了单的哈，所以如果说你们当天看上什么款式，如果你喜欢，因为你看比如说有福利的价格，而且有运费险7天无留，咱们去试一下，对，满意就留，咱们不满意到时候退回来都可以，免得没有了就加不了哈。是的，宝宝。对，会再卖一波吗？不会，宝宝。没有了，卖不起。因为现在就是马上我们下个月要开始上秋款了。是的。所以说我们下款基本上是卖完是不再加单的。对的哈。嗯，来，这个是我们搭的卡其色，我们再把黑色搭一下。好嘞。模特，我的净身高158，体重80，然后我穿的样衣都是最小码，上衣是 S， 裙子我穿的是 XS， 但是它这个款目前 XS 的码数也加不了。咱们这么说吧，85斤以内的宝宝不要买，因为 S 会大。对，1.58穿到1.75都没问题啊，这身。嗯，灰色好看，你要是加你的浅色衣服上衣比较多，买卡其色。对的。对，因为卡其色就是很温柔又很高级。对，上衣你想要经典百搭就买我的黑色。对，上衣106的话穿 M 哈，高跟鞋正码拍，我平时就穿37，但这个我也穿37。是的，这个裙子你们不觉得它的风格真的很好看吗？好看的，它可以让你穿的有点休闲风，你看你搭这种小白鞋，也可以让你穿的很有气质，很有女人味，你搭高跟鞋。是的，你上面可以搭针织，对吧？纠结颜色买黑色，姐妹。来，可以搭什么？搭衬衫，对，都好看。搭衬衫搭高跟鞋，上班通勤都 OK 的。对，都好看，姐妹。搭 T 恤，什么都能搭，宝贝们，真的什么都能搭，随便怎么搭都行吧。哦，我们前两天还搭过这个，你们之前买的那个收腰的衬衫搭上去也很好看。对，也很好看。嗯。加不了，因为现在夏天要过去了，厂家不给加。对，他不给做。对，我本来是说要给你们加 XS 的，然后他因为夏天要过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准备加单了，卖完后面就没货了哈。嗯，
黑色和卡其色推荐哪一个？两个都推荐，这两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就一个经典百搭显瘦，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温柔又知性的感觉，而且它会带点小气质，因为它的颜色是偏灰调的。然后灰色的话，就是你家里的黑白灰蓝比较多的，它会让你整个人穿上去很有气质。对的，灰色比较有腔调哈。对，所以三个颜色随便你买一个都不会踩雷。看你们喜欢哪一个，宝宝都可以的，真的。你要不然你如果纠结颜色，你把你喜欢的两个买回去呗，在家自己试，穿在身上，哎，我这个你觉得哪个好看就留哪个，行不行？对对对对对，不合适的咱们退回来。是的。嗯，裙子再试一下黑色是吧？上衣是灰，然后裙子我现在搭的是黑色，对，你们看一下。这个裙子真的，真心跟大家讲，真的很显瘦。你想一下，我们别的裙子一般都是一个加两个加，对不对？这个裙子我们直接做到四个加，200斤可以穿。如果不是因为它显瘦，我们不可能把码数做这么大的。对的吧？就哪怕你是个子高、骨架大、梨形大梨形、下半身丰满的女生，你看好，因为第一个它高腰线，而且它够长，94到100的长度，1.58米穿到1.8米都合适。如果小个子，咱们需要去裁边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是从肚子到大腿。4道的褶量，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余量它放得很大，所以有肚子有胯，梨形身材，大腿粗，它很显瘦的。而且旁边做了一个斜开叉哈，就能让你穿在身上松弛又带点女人味，可以搭小白鞋，是的，也可以穿高跟鞋，也可以穿那个拖鞋对，就真的很好看，真的百搭的很哦，而且超凉快，姐妹们。对的，这个是那种超薄的速干的工装风的面料，是的，它就是能让你穿出那种休闲风嘛，是的，而且它的面料很薄，凉凉的感觉，上身夏天穿很凉快哈。对，黄黑皮随便穿，宝宝，这个颜色不压肤色的。对，如果说你想显白，那我建议是黑色或者卡其，相对于三个颜色来说，灰那个黑色跟卡其色其实会比较显白一点。是的，宝宝。但是灰色很有气质哈，它也不会显黑，但是另外两个颜色会更显白。是的，1.73米，110斤的话，你穿 L 的裙子哈。158可以，我就158。158穿到175都合适，这个裙子。178、180都能穿，宝宝，它100的长度。对，能够穿100。94到100的长段，长的。对，很长了已经。因为长它才显高，它因为它长它才显瘦哈。是的，这条裙子可以穿到1.8米，然后衣服的话穿到1.75米都没问题啊。黑色裙子也在2号链接，是的，就是裙子三个颜色都在2号链接。对，上衣不会热的，宝宝，它那个很透气啊。对，我再给你们穿一下灰色，你们看一下。灰色搭灰色这一套很高级哈。对，很高级。对，会有点小气质的感觉。这个上衣会热吗，姐妹们？热不到哪里，它短袖来的，只是你们可能觉得毛质的面料看着会热，它的面料第一个它是那种高弹，是的，真的，这个面料很好穿，松松软软弹弹的料子，而且 它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镂空，做镂空是为了让你穿的透气，但是它不会走光，里面正常穿内衣就可以了，它不会透肤的哈。你们看一号链接、二号链接，我们不是没有销量，销量都很高，而且是零差评。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刷一下买家秀就可以了。嗯，来，我给你们看一下背后，来，背后给你们搂一眼，它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姐妹们，它做了一个褶皱，就你屁股它的两侧凹陷的，它会让你这个位置更饱满一些，所以这个位置也做了一点点褶皱的一个工艺哈。嗯，屁股大都比较显瘦的，你想换颜色呀，可以呀，你喜欢哪个颜色就买哪个颜色。啊，裙子没有了是吗？裙子没有了，裙子在二号链接哈。如果你特别纠结颜色的姐妹们，咱们就把喜欢的颜色一起买回去试。对，哪个颜色满意就留哪个，剩下那个退回来，因为是现货带运费险。有运费险了，而且我今天是破价的哈，姐妹们。本身我们这个裙子之前卖了3万多件，69块钱，而且我们今天再减5块，64给你们到手。是的，现货带运费险，来芝麻统一报一下。宝宝们，二号链接哈，咱们85斤以内的宝宝不推荐买这个裙子，因为你可能会撑不起来。同时，1.58米以下的宝宝要穿的话，买回家可能要踩点边的哈。然后这个裙子 S 码的话可以穿到95斤， M 穿到105， L 穿到125，然后整整能够穿到200斤，所以可以放心试穿，贼显瘦啊。 S 码的裙长94，穿到 4XL 是100的一个长度，所以说你们如果身高，哎，反正就这么地吧。卡码的话都要往小拍啊。对，92斤上衣买个 S 就行。是的啊，158不用踩，我就158，158以下的话可能要踩一点点。对的哈。卡码怎么拍？如果穿高跟鞋，155也没问题哈。是的哈。卡码建议
按照我们推荐的尺码，裙子卡码往小，上衣卡码往大。对，我感觉一米五六穿可能都不需要裁，但是一米五六往下的话就要裁了。128斤裙子买个 XL 就行。是的。你们想看什么颜色告诉我，帮你们穿。啊、哦，对，是的，是的。哪个颜色百搭？肯定是黑色呀。对呀、啊。黑色经典百搭，就是深色、浅色、彩色都能搭。是的。如果说你家里的浅色衣服特别多，就买我的卡其。对。卡其色上身颜色巨好看，很温柔的哈。是的。灰色高级，但是灰色的话，可能说你家里黑白灰蓝比较多，那你再去买灰色。对，54公斤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腰围啊、哦，因为这个是挺偏大的。S 的腰围64，M 腰围68，L 的腰围是72。如果你的腰围在68以内，你拍 M； 如果超过的话，你拍 L。我们的陆瑶瑶说裙子拍大了，衣服刚刚好，衣服面料上身很不错，对不对？姐妹们，59块钱，我说了，我之前我们家一直是卖那个衬衫类比较多，我基本上是没有卖过这种小毛衣 的，是因为这件小毛衣性价比高，而且它质量真的很好。对的，好吧。你看一下它的这些细节。全部都是带二本针的一个包边工艺，就是你看领口它都不会变松，也不会变形。对、啊，主要它面料真的太舒服了，软软的、弹弹的。咱在外面买这种好的料子，怎么也要个99、109、129吧？那都要的。59块钱现货带运费险，你闭着眼睛去试。对吧？我的腰围啊，我的腰围是59，我穿的是 XS， 但是这个 XS 目前没有了。现在目前是 S 码起拍，现在都相当于什么夏天给你们做清仓了哈，姐妹们。穿的、现在穿的是个灰色啊，脱下来的是灰色。刚刚是穿的灰色，哎，我们的陆瑶瑶，如果裙子拍大的，联系客服换一个小，就再换小一个号就可以了。换小一个号。我们如果尺码拍错或者不合适，我们都有运费险，衬衫跟裙子都有，不，上衣跟裙子都有运费险，你看。它真的很舒服啊，是的，好吧。而且姐妹们，你现在夏天穿完这个小毛衣，你们到时候秋天可以去搭一些什么外套穿。比如说一些西装外套，风那种什么小香风都很好看的。是的哈，因为它是半高领。对，瑶瑶穿的现在是一个灰色的衬衣，好吧？啊，不是灰色的毛织啊。好的，好的，质量很好，对不对？对，就是性价比高，质量真心不错，而且上身效果真的好。你们想一下，你想一下，两个链接卖了2000件的销量，没有差评。是的。对吗？它一定是好的哈。对，巧巧你穿不了，它裙子 S 是64，腰围60穿不了。对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款的话，85斤以内不要。就不推荐哈。是的，宝宝啊，报身高体重给你们推哈。这个是灰色，这个是卡其色，姐妹们，卡其色我跟你们讲怎么去搭配哈。建议买浅色的，就是你家里如果说浅色的衣服特别多，什么白 T 恤、针织衫、衬衫类型比较多的，浅色多的，买这个卡其回去搭，巨好看。它的卡其色不是那种卡其色，我给你们对比一下。卡其？对，你拿个卡其色，我们来对比一下。嗯。对，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卡其吧。它不是这种卡其色。它是那种卡其灰的颜色，爱马仕的定制配色大象灰，带点灰调，整个颜色温柔又高级，有点小气质。你搭浅色上去真的巨好看，我给你们搭两下哈。那，你看到没有？就你搭高跟鞋也可以，你搭小白鞋也行，可以松弛，也可以休闲。去按照你的风格去选择适合你的穿搭就行。对，这是我们的卡其色，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黑色穿一下。主播多高？我158，体重80。我上衣 S， 裙子的话我穿的是 XS， 但是裙子的 XS 已经没有了，我们后面也不加单的，因为现在下款基本上卖完就卖完了。对，你看一下价格，都已经给你便宜到什么地步了？里面全部带包边的，带里衬的，然后这个款就是你穿得上冰冰凉凉的，对，速干的工装风的面料。裙型做的是女人味的裙型，所以你穿到身上呢，显得女就是有气质，有女人味，但是面料比较偏休闲，所以你搭小白鞋它也很好看。是的，好吧。上衣没有了是吗？对，上衣没有了。上衣给你们加一点点哈，上衣在我的一号链接。这个小毛衣主要是质量好，姐妹们，主要就是质量很好，而且它真的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小毛衣，就是很多那种毛织，就你穿到身上它会显得很 low， 就是那种什么圆领、方领，真的不好看的。这个做的是一个半高领，脖子短的话它也不会说它也不会有那种紧绷感，它的面料是那种松软型的面料，所以你们穿到上它很舒服，而且肩型它做的是一个